会像是对你说我其实还想着他，爱上他的那个季节好像是那年冬夏，雨水滴答滴滴答也不愿放下我对他的牵挂，他对我的惩罚，时间滴答滴滴答，或许无人记得那个一束花，我说我很想他却得不到回答，穿着烈坚强被谁渐融化，他还爱吗，或许是我太傻，你心里感觉要将我融化，说我很想他不愿放下，说好了眼泪不再为你落下，我还想痛吗，也许到了可情绪为何控制不住啊，其实这里并不是没有，就说说就算的，事情发生到了自己身上就能体会的，雨水滴答滴滴答也不愿放下我对他的牵挂，他对我的惩罚，时间滴答滴滴答，或许无人记得那颗一束花，我说我很想他却得不到回答，穿着烈坚强的谁渐融化，他还爱我吗，或许是我太傻，内心的感觉要将我融化，说我很想他不愿放下，说好了眼泪不再为你落下，我还心痛吗，也许到了他情绪为何控制不住啊，那时的故事仿佛又会再出现，他还爱我吗，或许是我太傻，内心的感觉要将我融化，说我很想他不愿放下，说好了眼泪不再为你留下，我还心痛吗，也许到了可情绪为何控制不住啊，谢谢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《艺术》。勇士大人好，我是小丽亚，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日韩风轻回合手游《永恒之歌》的主城奥朗城。大家有没有看到我现在所处的这个主城？旁边呢是一个很大的水晶漂浮在半空中，是不是感觉充满了魔力呢？很漂亮的一块蛇晶。再往这边看看，没有小爪子，点到哪走到哪。勇士大人们记得上这个阶梯，来到我们这个杰克身边，很漂亮的小王子形象，有没有看到？勇士大人们记得来找他，领取我们为勇士大人准备的专属福利哦。然后往这边走，经过宽广的广场，有没有看到小板凳、路灯，弥漫着浪漫的气息？勇士大人们如果有遇见像小莉亚这么可爱的萌妹子的话，记得来找她浪漫一下哦。还有这么宽阔的广场不做点什么实在太浪费了，像家族聚会啊之类的，小勇士大人们可以一起聚集在这里跳一下广场舞。还记得那首歌吗？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，对呀、啊、就是这种小苹果啊，大家可以来这边一边欢唱一边跳舞，多么好玩啊。还有这里看到没有，我们的阵营使者，哎呀呀好帅气哦，在这里可以选择各自喜欢的阵营。说到阵营的话，这里就要为勇士大人们介绍一下了，我们的两大阵营骑士团和兄弟会。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骑士团吧，我们往这边走，哎呀经过了这里
啊，经过这里必须跟勇士大人说一下，有没有看到职业导师的？好漂亮的大姐姐啊，在这里，勇士大人们可以在这里，接自己的职业进阶任务啊，还有一些职业的专属任务，都是需要来这里找导师的哦。接着我们往这边走，这是骑士团的领地，有没有看到骑士团的标志？这是它的旗帜。接着我们往继续往这边走，看到了骑士团的守卫，帅气的守卫。当然最帅气的还是要数骑士团的领袖啦，有没有看到在这边噔，帅气的大法师安东尼偷偷告诉你哦，安东尼是小莉亚暗恋的对象，不要让他发现了，我们赶紧走，我就来这里看看他。接着还要去给您介绍一位重量级人物，他就是兄弟会的领袖，是一位大胡子大叔哦，但是他跟安东尼就两个人不是很合，就因为性格上一些问题啊，所以会经常发生阵营之间的一些对战啊，所以勇士大人们在进来这里之后，不同的阵营也会发生不同的决斗的。有没有看到这个就是我说的那位大胡子大叔啦，虽然看上去挺凶的，但还是有一股无法遮掩的阴气在里面。接着我们往这边走，小莉亚要给大家介绍一位小莉亚最喜欢的小伙伴，很萌很萌的小伙伴，小爪子点点点，在这里不要错过了哦，这里史莱姆朵朵是不是很卡哇伊，小莉亚超级喜欢他的哦，所以勇士他大人们来到这里的时候记得多看看朵朵哦。嗯，好了，基本上奥莱城的大概情况这边也帮勇士大人介绍完了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3月17号我们的游戏手册，勇士大人们记得来找小莉亚玩哦，拜拜。
8月13号，奇瑞汽车正青春爱领跑，奇瑞艾瑞泽大明星之夜登陆四川，在成都青阳试驾基地举办了一场大型的明星粉丝大巴活动，与四川人民共度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大明星之夜。活动现场，飞儿乐队、逃跑计划等一群正青春的明星亲自到场助阵，献出了多个精彩的节目，并与嘉宾和现场奇瑞的粉丝们互动。除了明星互动粉丝大趴之外，正青春爱领跑、奇瑞艾瑞泽大明星之夜还是艾瑞泽品牌的新车舞台。活动现场，奇瑞宣布新艾瑞泽7和艾瑞泽7E正式在四川上市。